你好，我是媒体部的雪芙。何德何能，天哪，雪芙很快就进入状况了，加油。请雪芙帮你画眉毛，帮你在旁边顶。没有没有，那你就胡闹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可以了，时间到了，不要公费谈恋爱哦。本节目由家家生医七日鲜冠名播出。